怎么会走上这条不该走的路？怎么我当初没有好好想清楚？如今才知道，三个人很低路，越走越没有尽头，停在十字路口，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茫然无助。怎么会让你轻易改变我的生命？怎么会让感情变成困扰，绑着我的心？温柔沉默的他，有缘深情的你，要我如何，要我如何抉择？让我好好地想一想，让我好好地想一想这恼人的问题。